就是这两天一夜的乙级教练的演习，一起来这边进修，然后一起合力演出，一起规划演出，就学到很多。谢谢董慧。教练训练呢，我觉得整个活动非常的充实，非常刺激哦，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精进自己，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更有多的机会交流，然后也很感谢总会让我们一起来这边梦想社区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以及的课程，今年的课程安排得很丰富，我们觉得收获非常的丰盛，希望明年大家可以多多来参加。